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去玩王者荣耀的克隆战啊。然后现在我方是妲己，对方是那个赵云。如果遇到这样的时候，我感觉我应该要出肉装啊，先出个血书，然后再出个剩下都出肉。他现在有那个比较好的方法，就是这个可以预约啊，是吧？预约之后，他直接就给你推荐那个出装的那个，就是要出的东西嘛，顺序嘛，他就会直接帮你推荐出来。这怎么三个都跑中间来啊？但我们没有伤害啊，打赵云的话后期比较麻烦，后期赵云血多肉厚，我们一套那个技能下来打不死。没有定人的技能啊。哦，我发现有一个两级了，这么快，笑死你了。赶过来打了他怕啊，一直微笑就好了。这傻逼，你傻不傻？还一层一层等我去射他，这怪不得我去勾引他。哎呀，在那个地方回城，明知道没多少血，又知道我们能定人，就应该早直接走路回去，那么懒啊，是吧？呀，被夹击了。反正他们没大招的时候，我们还不怕啊。他们挑不动我们。又拿一个人头啊，又捡一个人头。小心，来人了，没蓝了，我的，哎，这么好啊，这么客气，直接让给我。我们要小心背后啊，小心被人夹，做成肉饼啊，前后夹击啊，做成汉堡。我准备先出血书啊，然后再出黄玉的吧，我做准备出肉妲己啊。哇，两个爱心送给你，你应该很满意了啊，应该很幸福啊。哇塞，又给我拿一个人头，哟呵，别过来打我哟，哥没蓝了啊，没蓝很糟糕啊，哟。没蓝啊，定不住人啊，大招开不出来啊，一下子被搞团掉了，三个妲己被团灭了。本来应该早应该就跑了，不应该让他瞎乱等。250，哎呀我操，以前不知道也可以预约啊，现在就可以不用那么麻烦，反正选定一个预约，那他就会直接出装，你自己选的，就不要一直去查看装备啊，那就比较麻烦了。好，我就再预约下面的黄玉的啊，反正是专门出那个物理扛物理伤害的，对吧？他出别人拿了。打不死他，没招。
保护我方防御塔。因为到后期的话，他们打我们很痛，我们打他又不痛。他们出个魔女狗盆的话，对吧？完了，我要死了！再给我一次，再给我两三秒钟，开个大我就能刷一个人头了。我们不花玉的话打不起来。这么多噪音围在我们旁边绕啊！哎，糟糕了，一个队友退出，没有好打了。牛粉进来呀、啊，小样，借你十个打你也不敢进来。我现在是没有伤害啊，我专门做肉，伤害交给队友好了。哎，那么快就死光了，点个人头，定了定了。少一个人啊，坑死人了！这好好的掉线干什么？这不开玩笑啊！哎呀，老是遇到这掉线，打的好好的掉线。按顺序出装，我们来没问题啊。反正就是看这个有没有物理防御的，有物理防御的都把他凑起来，是吧？对面专门出魔看的，就不往那边带了啊。我可是漏厚的啊，是什么意思？现在还不是很厚。Enemy legendary， 开始撤退。别冲那么前面啊！本来我是想选安琪拉的啊，然后突然队友两个又改掉，改成一个妲己。哎呦，打个球就这样就投降了，我出装还没出完。主要是这队友掉线，实在是不爽啊！举报举报，太坑了啊！如果大家都出漏的话，能打挺久。打克隆就是看对方是什么的，对吧？如果是法师，我们就出魔看了；是战士，我们就出漏。